停车场夜晚增添诡谲感，就在西门町峨眉停车场，有一群车友叫外送，凌晨两点点了咸酥鸡，等半天没来，询问外送员却回不会到了，鬼月没人送万华，您慢慢等吧。也没有看过这边有人来叫外送。会啊，我会送啊。我没有这个机会。除了曾发生枪击案的峨眉停车场，还有邻近的西宁国宅，传闻轻生案件多，除了流传不少灵异故事，里头户数多也是外送员难题。有时候就有人敲我的门，他找错位置，也是很多，当然是送上去啊，怕什么，有什么好怕嘞。另外，中山区被称为台北第一凶宅的景星大楼，也曾有外送员分享经历，说要送到12楼，电梯却严重跳动，明明显示到了，门却不开，还快速坠落到6楼，最后停在地下1楼，眼前只见一面白墙。这个月份的话，晚上我会比较早回家，11点以前就要回家。有到附近，然后刚好没有蛋的话，我就会去土地公拜拜一下。民俗月有人谨慎小心，也有人百无禁忌，但接了单却不送，让消费者难接受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